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微尘有声书系列哦。好，我们今天万教回归系列呢，第十五个小项目，来跟各位来讲一个这个大家在修炼界耳熟能详的一般的很重要的名词，叫朝闻道夕可死哈。这个在字面的意思上呢，这个人呢早上呢听到这个道呢，那晚上呢死去都不会遗憾哈。这个是一个我们一般的解释来讲哈，他这个死而无憾哈，死而无憾。那怎么会在早上你听到这个一些道呢？就是一些很好的道理也好。那事实上，如果说你一般只是我们一般常人呢，一般修炼人呢，听到了很不错的修炼的一些华语呢非常很有意思的这些做人的道理呢这怎么可能说晚上呢？你早上听到了很好的做人道理，那你晚上就死而无憾呢？那事实上，在佛神道法中呢，创世主呢曾经有描述过这个朝闻道夕可死的内涵哈。好，我们直接就用师父创世主所讲的话来跟各位回应一下。这是创世主在1998年8月3日有一篇文章叫《龙语法中》哈。那《龙语法中》呢，最后面呢创世主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朝闻道夕可死的典故哈。他来解开呢这个所谓的为什么这个朝闻道夕可死哈。创主这样说呢，古人有句话叫朝闻道夕可死，当今人类能真正知其含义的已无人可数，你们知道吗？一个人的思想里已经装进了法，那么装进了法的那一部分不就是同化于法了吗？闻道的时候那一部分将去哪里呢？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那师父创世主呢在这里呢的讲到这个，其实一个人思想中装进的法那装进的法的那一部分呢他会去哪里哈？事实上我们讲创世大法，创世主的弥勒佛乘大法，自从佛的国位修起的法这是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哈，把这个宇宙的开天辟地的法在人间打开。各位乍听之下还是无法明白什么是开天辟地的法哈。这些无量的天地的世界不过只是一个这个创世主或者更高的觉者的一念这样一念而形成的哈。当然在整个庞大体系的庞大的宇宙体系的无量的神，无量神他这个非常高的神，他一念之间可以造一个庞大的宇宙庞大的星系体系里面无量的众生的环境那就是这个法就是这个层次的神他的法那今天创世主亲自在人间传出了这个宇宙的根本大法，当然各位呢都是听呢用人的思维呢在人间呢也可能只是闻一下这里有在写什么在练什么有在练气功也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什么弥勒佛乘宇宙根本大法就听用人的思想一听也就过去了，事实上各位绝对不知道它的轻重所在轻重所在当人当久了以后呢要让你去悟一件法理其实不容易可能接近比较人接近人的这一辈呢讲的道理你就会觉得哇非常不错人间大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宗教其实讲出来的很多人间大道理可是却没有一句话能让各位讲真正修成的不管你在这个寺院也好在这个佛堂里也好不管你听了多少这些所谓的听起来非常很有意思的讲的非常非常多的大道理的这些系统这些理论不管四书五经也好或是说过去所有宗教的这些的经典也好佛道两家的经典都一样
盛世希望的这些经典一样。那你们听起来很有道理，哎，觉得不错啊，自己也可以啊，好像得到某种修持哈，啊，修持的一些啊方式。那问题是，你还是无法直接超越，直接进入哈，就是超三界哈，出三界的哈。那还要修了多久啊？吃了无数苦哈，还要消业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特别是都在解释为贵解天机解什么解创世主的所谓的弥勒佛成大法，就是宇宙的根本大法。那这一部法呢，确实能让大家这所谓的照闻到细可死哈。那刚才创世主明显的跟大家讲了，就是法的问题哈。不，你思想中呢，你看到这部法的时候，你思想中就装进了法，你是思想中装进了法这一部分呢，那时候要去哪里？这个哈，这就是这些生命、这些细胞呢，这些大脑的思想里面啊，这些呢就得到了法的时候，当然这一部的法呢，它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它就会讲，它是整个是超三界的哈，超越的三界的。你当然这一部分啊，就属于、这个。当然，如果说我们讲的佛成大法，它就是在佛罗以上的果位上去的哈。当然师父特别讲说啊，他要求大家是就是要圆满哈，就是不止你一部分的思想得到哈，所以大家慢慢的去体会到什么叫得法哈。这个就是平时在这中间呢，法是给你的，重点就是你的悟性要跟上哈，悟性跟上就是师父传法给你，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样的法？这不是气功啊，这也不是罗汉啊，这也不是菩萨成啊，这是佛成大法哈。而且它的背后呢，更庞大的就是创世主亲自在人间传的法。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创世主到底是谁的时候，光是他的法相就是整个都是法了。光是这个经文“众法轮”三个字，它本身就是法了。你今天只要你悟性够高，其实这个法相这些经文的文字标题，其实你就可以证悟到非常高的层次了。那一般人呢不懂呢，那就要学学经文所讲的理，就是表面经文所讲的理，也可以理解到，哎，怎么活在人间修炼哈？那事实上，他法的内涵呢，所形成的这种真正的力量呢，啊，这个才是大家要非常明白的这事哈。那如何让一个生命能朝闻到细可止？其实你朝闻到，你已经出三界了。那细可止，你当然你是无所畏惧了。那一个生命能悟到这部分的时候，其实真的照应到细可止哈。那只是在2020年，创世主利用神意呢，演出一个道演这样的一个节目，他来讲来警醒所有大法弟子啊，悟性啊，你记得啦，一堆人在修炼啊，在那边啊比啊这个所谓的比手画脚，在那边啊练功也好，哦，在那边学法也好，哦，比学比修哇，排斥也好，哦，啊游行也好，其实都是浩浩荡荡啦啊也好。那事实上，整个修炼里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悟性哈，悟性哈。这么多的人在修，那几个人修成，其实是过去创世主也曾经讲感慨过这些这样的一句话哈。那道演这部的节目呢，打开来的时候，其实创世师父呢，亲自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哈。今天你能放下生死哈？什么是生死呢？在人间呢，你可以看重的，你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那个将军呢，他要把他舍尽，他要想要得法，他要修炼，第一件事情就把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宝剑嘛，他有宝剑才能杀敌嘛。他宝剑呢，又代表了他的任务，他的工作职务哈，就是他这一生的一切哈。结果他却愿意把这个宝剑丢下悬崖，就表示这个将军的悟性。可是呢，这个修道老道呢，老道的师父呢，却不这样，
不仅仅这样就收他为徒啊，还是这样哎不收他为徒，其实考他了。各位知道修炼呢各种考验啊，就是要考各位哈，各位一定要记住，你头顶上哈一定就是你的师父哈，我们的师父哈在跟着我们走，保护我们，那法师一定跟着走。所以你今天遇到每一件事情，你就想到师父，那你就不会啊，大致不会啊，八九不离十的藏在法中哈。当然维权有一个口诀，前面佛人就是安排，我们只接受流之师父安排的时候，这计划非常非常啊非常重要。今天要能够一个很清醒的在人间活下去，又能够随时跟上师父的进程去弘传大法、正知大法、救度众生，你一定要这样，前面佛人就是安排，而且只接受呢，我们只接受地弘之师父安排。我们这里直接把师父的名字讲出来，是因为这魔乱世间的时候，有各种魔一样会假装为师父哈来考各位哈，所以直接讲，直接把师父的名字讲出来哈。那各位呢，还没得瓦的朋友可以啊，也可以啊，直接讲师父的名字或者是创世主的名字哈。当然你也知道说你现在想要学习的这部法，或是你知道宇宙间这个创世主弥勒就是李洪志先生的时候，你就直呼这个李洪志师父呢，啊这样。的一件事情没问题的哈，师父不在乎他的各种除了名号名义这个东西哈，他在乎的就是各位呢得法修回去哈，宇宙呢庞大宇宙成住外面已经莫法莫觉的时候。啊，创世主慈悲一念带的千佛灵皇万祖下界，就是各位来到人间三界吃了无尽的苦，一直到两亿年后的今天，你各位已经在人间历练了多少时间点了？啊，在其中不是这么样五千年啊，几个五千年文明啊，一个地球年里面呢，一亿年啊，一亿年不就20000次五千年吗？那20000次五千年，各位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三界，开始随着师父呢，创世主安排呢，在人间怎样当了多少的王？1000年的王哈，创世主曾经发愿了，就是你们下来人间历练的时候，就让各位做1000年的王。在其中呢，当然你就是一路过来呢，也一样呢，即将在五千名的恩赐，五千年里面，这样的历经沧桑哈，建立非常多的无名，也有自己的辉煌，自己的表现哈。然后最终呢，这个在深层的你的思想里面呢，你的眼神里面似乎会有受记哈，就受记你终究要得到这部宇宙的根本大法。那现在目前啊，目前微尘一直在解天机，用各种方式在解天机，告诉大家创世主已经来了，弥勒圣人已经来。你希望所熟悉的这个弥赛亚呢？弥赛亚的归来，主的归来，都在等这个东方的圣人，就是啊，这个创世主师父哈。啊，这个就是连他们的基督两个字，他真的意思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所以基督会来，这个是耶稣告诉他们基督徒们啊，记住有一个基督会再来，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哈。那因为啊，耶稣呢？他也就是跟那个啊，我们这个苏格拉底呢，还有老子呢，啊，这个释迦牟尼啊，就是同时呢，接受这神的旨意，在人间啊，传出这个人与神之间的信仰这个东西哈。宗教最后成就了宗教的东西，让人有一个对神的信仰哈。最终呢，就是这个主要归来哈，创世主要回来哈，创世主也就是这个 Easter 复活节。为什么有 Easter 呢？500年前的法国预言家诺查达马斯就看到了，他看到东方一个圣人在1999年7月承担了人类不可思议的整个宇宙庞大的业力压下来了，超过大家想象了，那超过耶稣的那种承担了，超过，因为他是承担了全球人类整个宇宙庞大天体压下来的罪业，那个整个星体要把它救下来，庞大宇宙庞大天体要救下来，无量的罪业怎么承担呢？地球上哪一个神，哪一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所谓的教主啊，哪一个德高望重的，你这个德高望重的某位高人啊，你敢跟所有宇宙的众神讲，我来承担一下哈？
那你可能一下子连骨头都没有了，还烟消云散了。宇宙庞大的业力，层次高到不可思议的业力，谁能承担？就今天创作者前面讲过，大家都在讲渡人，渡人，渡人，到底有谁能渡人啊？你连这个人的来历，几千年来，几千年还没有进入三界以前，这些生命的来历，在天上欠的这些罪业，到底多么严重？他庞大天体的所业力，你如何承担啊？你今天就在人间披个人皮，哪怕你能修出三界，你能修到什么层次？修个如来，对不起啊，这个下来的生命啊，身上的万字是满满的万字，他造了业，他的天体要毁掉，你一个小小如来，你怎么承担得了？你凭什么能渡人啊？不是一件笑话吗？释迦牟尼非常清楚这件事情，释迦牟尼的来历都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从他涅槃走的时候，其实他没有离开三界，因为他知道回去没有用的，所以他还告诫所有弟子的，你要留在人间，一直吃苦，轮回转世吃苦，消业吃苦中，要这样，而且都得到释迦牟尼的授记，干嘛？一定要等到弥勒的出世传法，传出他的佛成道法，才能这样直接得法修回去。所以释迦牟尼的大部分的弟子哈，头顶上一个万字的授记，其实释迦牟尼在第五层天呢，大梵天一再看着他的弟子得法，当然他也可以浑身下来来得了这个宇宙根本，但是他是一个明白人。明白人同化这部法就可以了。这样的神呢，其实在天上有很多神呢，他也是同化了这部法，以至于他们的世界就不会被毁掉。宇宙间成住外面那些不肯同化大法的，都这样，整个天体都炸碎了，烟消云散。这个神的一切，他的世界无量众生，包含神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化为原始之气啊。宇宙不要再存住幻灭了，所以创作主才在人间正法带了千佛灵王万祖下界。那这一次正法里面，宇宙已经更新完毕了，不再存住幻灭。在2017年，是创作主就亲自宣告宇宙正法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剩下，为什么银河系被宇宙呢隔离开来？因为剩下三界的这个宇宙银河系呢，本身呢。啊、大概是这样的范围呢，保护起来，里面的声音不准出去了，也里面是污染的，里面就是尘住外面。各位的高僧大德们，你各宗教的人士也好，不管你今天信不信宗教，你身上都是尘住外面，所以你会生老病死。在这样的生老病死急速的生老病死的环境中，这个就是尘住外面的机制在起作用。今天创作来的话，就要这样改变更新的这个机制，以至于你会听到说，哎，弥勒圣人在世的时候，天啊，人寿八万岁，人寿八万岁，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当然我们在跟同事开玩笑哈，跟这个我们的女生哈同事啊，这个姐姐们开玩笑说啊，你知道未来人类女孩子几岁结婚吗？啊，我伸出五只手指头哈，哎，他们在猜。啊！我最后告诉他们500岁哈，女孩子500岁才结婚。哎呦，这个怎么这么老？其实没有哈，你这个脸在30岁以后就不可能不老了。你看、啊、这个人呢、啊，在最后呢，沉住幻灭这个机制呢，这个处理掉以后，整个更新以后，连人体的不再沉住幻灭的时候，一切东西就能保持恒常，它还自动恢复，啊，恢复最好的状态哈、哦。这就是大法的威德，创世主的威德，它更新宇宙。人间为什么三界，就是为这件事来。众神为什么以他形象造人？东西方的神都不一样，黑人的神、黄种人神、啊、白种人神、白种神还有几个神、啊、不是一个神、啊、眼睛都不一样，头发都不一样。黑人的神一样、啊、也是剪剪头，剪剪的不一样。事实上，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真正的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真正的天机，都由创作主直接打开、啊、那不用你去找，就翻资料，就挖考古的事情、啊、科学家所知道非常有限。所以未来当然你现在科学家都要逐渐来开始学习这个大法，你才能弄清楚怎么一回事、啊、量子力学怎么回事，另外空间怎么回事、啊、各位所有不知道的，包含各宗教末法末劫的各宗教，各位赶快进来，赶快来得这部法华。我都
期望的第一个宗派系统，你今天你的主供奉的神，你可是创世主哈，创世主弥勒圣人，这时候你们都能够全部得法，就是为了这次大法来的。那各宗教呢，为什么前面我先称为我先称大家万教皆会，这个皆会是在末节皆会，要前面的会掉过去的看不懂的东西，已经没有法力了啊，法的力量都没有了，而且人心败坏到这种地步，要赶快拉住人心，要挽回了，开始挽回人心，要归正啊，人心归正，众德行上，这时候万物更新，就会跟着上来。这个是创世主他的法正人间意义的事情，期望在这次大劫难的时候，其实围城一直在解天机，就让你这些期望这些我们这个根基好一点的朋友，你赶快先来得法。根基好，你要悟性好啊！不管你今天礼佛拜佛多久啊，今天这些神不让你看到这部法，你是看不到了；不让你来得这部法，你也是得不到的。那你有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要凭悟啊！所有神都在记录你的一言一行。当你能悟到，你能真正的明白，这个就是你在等待的千万年等待的创世大法的时候，你今天才有资格来得这部法，你才有资格来修这部法。当然有些悟性好的，你就能放下生死的时候，就像道演这一篇的将军，他宝剑就丢下来啊，丢下来，哎，老这个师父还不接受他哈，到最后呢，哎，最后呢，这个有一个相当因缘之下，哦，又有这种荣华富贵，哇，考验来的时候，哎，这个师父道家师父把宝剑跟这个他的官袍放在一起哈，看他要选哪一个。哎，他最后选择还是要去修炼了，他什么都舍弃了。但是在其中，当然他凭一个悟性，他知道这个师父不是普通的人哈。所以他能明白，能在悟性中呢，跟了一大群呢，他是后来的学员嘛，而且新学员这师弟嘛哈，这些都是师兄在那边打拳练功啊。有一天，他个道演这个节目中，这个师父呢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哎，这个哎相当的根基的人进来了，好，那考考大家了，那就拉了这些弟子呢要跳下悬崖，我在弟子惊慌的不可思议啊。挣脱师傅的手啊！师傅说要跳下去，哎呀呀，这跳下去不就完蛋了？悬崖嘛，这个一定死的哈。所以修炼呢，你见不到这种生死的考验，其实不容易理解到这部法到底多大哈。结果这个道元宗的师傅就跳下去了。当然了，他知道非常清楚了，这其中这么多的弟子，只有一个人会跟他跳下去。这个师傅清清楚楚。所以后来呢，这个将军呢过来了，看大家哇惊慌得很了，不知道就问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些弟子呢，这些所谓的师兄们，这个就讲啊，哎呀，这个师父不知道说怎样叫大家跳下去了，后来就这个我们都不敢跳啊，跳一定死啊，然后师父都跳下去了，啊，这个将军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有个底啊。他就二话不说就跟着师父跳下去了。当然这些所谓的在悬崖边这看了这些所谓的师兄们一大批的这些修炼的这些弟子们，他还是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最后呢这样，最后这个修炼的老道呢，这个不是哈、啊，老道呢，啊，这个师父呢，老道师父跟这个将军呢，啊，踏云而百日飞升啊，就升上来，就是告诉大家，世上修炼其实看起来放下生死那么简单啊，事实上也不是那么简单啊，你要能放下生死哈、啊，真的悟性要跟上、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人世间也都会有很多名利情的东西啊，这些名声地位啊，在人间的地位啊，这荣华富贵也好哈、啊。那今天在宗教里面的地位也好，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末王末节的时候，所有的宗教为什么要宣告万教皆会？因为已经被宗教的形式给框住了，给宗教中的这些名声地位框住了，以至于这个真正的弥勒圣人出来传法，这些天天拜弥勒人却看不到、看不懂、悟不透，这个才是真正的弥勒圣人。那弥勒圣人一开始，他能让他飞在空中腾空身现神像，然后告诉各位：“我就是弥勒来吗？”当然不能这样啊！
那就是魔啊。那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因为他必须穿着人皮哈，一样跟大家一模一样呢，走在人间，用人间讲的法理，还你听得懂的话呢，来讲法啊。讲话中你要能够凭你的悟呢，相信他。当然，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安排，这些同修在学佛啊过程里面，证悟到天目打开也好，或证悟到的法理也好，还有很多高人来写的时候，他所闪称的表现就足以让大家比学比修看到了，不用让师父神闪神通啊，就算弟子的这些所谓自信呢，这些弟子的修炼的这个变化呢，足以让大家震撼的不可思议。那所以比学比修之下，围城就出现了啊，就出版了修炼杂志，让大家来参考。当然，万王之王这边有很多的高人写下了很多的 data， 当然一般我们常人这些朋友所写的一些 data， 我们都把它汇集起来。为什么？因为足以让大家能够明白什么叫修炼哈，就是启悟大家啊这个法的内涵哈。哦，这个弟子呢，一路跟着师父从宇宙非常高的层次，这样一路下来过程，一直到人间的过程，啊，我们都在这些万王之王啊修炼杂志中哈，啊，意识九日这边也跟各位来整个解开，也就是说上古神话人类的两亿年文明史。如果各位宗教系统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各位修炼的人们，你今天科学家也好，我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也好，你知道人类的文明有两亿年吗？你知道现在人类呢，哎，两亿年的所谓的前面的地球上呢，那个地球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创始带着人类建造月球，就是所以月球是人类建造的，所以天空之城啊讲的这个它的那个天空之城其实就是月球，影射月球，所以天空之城到现在还在里面哈，现在还停挂在那边。不过现在因为末法末劫最后的大审判之前，现在清场哈，整个空间的不好的东西啊，这外星人系统全部清理了。原来外星基地在月球上是建立也非常多，那现在目前全部都清理。地球上潜藏的地底海底下的很多外星人基地也都清理掉了，那现在就是整个大审判之前，创世主要归来之前，人间会整个大变化，所有邪恶都在曝光，曝光所有邪恶呢，从此神呢就开始清理了，这是同步在做了，就是大整个劫难中哈，都讲啊大觉醒哈，大觉醒，希望大家今天看得懂的人、悟得到的人，赶快跟上哈，今天赶快放下身子，你一定可以得法，一定可以看到宇宙根本大法的天机。你一看那个转法轮以外呢，还有一些海外的讲法，你看的时候，你一定会天机泄尽，天机，因为整个宇宙的话不用各位去悟，直接给。直接从佛的国位给大家，同时炸开各位层层空间呐、啊，把你的智慧整个打开来了。这个是整个法的力量在人间宇宙，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在人间传出宇宙的根本大法，最高的宇宙的法，从来没有过，也师父讲过，从来没有所谓的大法弟子啊、哦、这个名号。啊、哦，所以今天这个传法，创世主传法到今天呢。啊，这个是2021年的5月13来讲，那就已经讲满29年头哈。满了29年的时候呢，这些这么多的吃了这么多的苦年，各位今天想要进来就进来了吗？这些神都在那边挡啊，不让各位进来。你不能放下生死，你们舍尽一切你的过去的一些名利的这些人间的一切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得法哈，这些神在挡住，旧宇宙的神在挡住，这也是人间的法理。当然，你今天能悟到明白，围城苦火火星一直在解天梯，一直在解天梯，就是期望各位赶快突破啊，赶快突破各种的这种人心的障碍，赶快认识到道啊，凭你的悟，赶快来得这部法，赶快来修持。这个修持倒不是在那边天天练功啊，天天干嘛学法，不是，凭了悟的时候你会看得懂创世主的一句话代表了所有法的内涵，那凭你的悟性你就可以很明白进入到修炼，你24小时里面你就常住法中，你一样可以在人间游山玩水也好，或是你在工作呢，你当总统也好，你不管你是啊富甲天下，你又今天大企业的老板，你都可以这样，都可以游刃有余啊。为什么？法的智慧让你看透一切人间的假象啊，
这些假的科学，它在人间迷惑人类到什么程度啊？到今天为止，事实上大家不知道，整个网络、手机也好，这些系统也好，本身就是谁的杰作啊？各位都不知道这真正的目的干嘛。事实上这部道在红传的过程后面呢，当然这些东西都会有所处理，好的留下来，不好的就清理掉了啊。未来很多的天机在打开的过程里面，各位逐渐会看到这个真正的真相啊。今天我们万教回归系列第15个小项赵文道细格子主要提到呢，就是各位知道这个法是什么，这个高层次的法你得的时候，你真的赵文道，你真的遇到这个真正的法的时候，你才可能细格子哈。所谓细格子就是你才能放下哈，你真的你舍尽了一切哈啊，就是你已经得到了嘛，得到的时候哈，你死都不怕了。为什么？你已经在掌握了整个超三界，整个三界跟人间的一切，外面的一切，你的天体庞大世界的众生你也得救了，你的无量的众生哦，你今天完成师父的事业，在人间同传创世大法，同时普渡，跟着师父全球普渡，神已圆了十几年的创世主，难道大家不知道希望师父希望大家去做什么事吗？当然是红传创世主的天机，你的位阶才能到啊，你才能圆满你的事业啦、啊，否则都是违背事业哈、啊。所以微尘在苦口婆心一直在点醒这件事情，红传创世主，红传创世主的弥勒佛成道法，若归一念间，为什么传道法入三界，趁弥勒之佛成，很多人不让各位知道，趁弥勒之佛成，创世主亲自讲这句话。啊，不要，千万不要尽迷无迷之表。所谓的无迷之表，就是你表面的经文，你看了表面经文，这样当然不够啊。整个传法过程，凭应物而圆满，不是看表面经文而圆满啦、啊，是凭物为满。所以看经文看太多，你这个练功练太多，创世主怎么说呢？师父怎么说呢？没有修啊，为什么？你心不在救人啊。一个真正的得的一座根本大法的正法正解的这个修炼人是无私无我的，他的心中就是成全面的救度，像师父一样的慈悲啊，不会是一个私心那么重的，而只想求自己的练功，只想学自己的学法，只想干嘛？都是自己的自己圈子里面的这个师尊，而忘了地球人类、全球人类都在等着创世主。为什么同修呢？一个天目看到呢，创世主呢趁龙而来，我们非常的惊讶。今天的文章呢直接写创世主，我们非常震撼，非常的敬佩这个同修，直接点出创世主趁着金龙而来，说天象变化不可思议，也明白让世人都知道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他就是创世主。今天趁着金龙来，整个满天所有西方的很多的佛道，很多的西方的神，东方的很多的神，不止的佛道，很多的神都来了，都在干嘛？都在那边看着大家那么排斥。那这个就是创世主的威德啊！当然，后来这个经文，这个是不是经文啊？学院的这个心得又改写为什么啊？这个师尊哈、啊，趁着金龙而来。不怪的是这个同修他用心，他最后还留了创世三个字哈。那整个知道说整体修炼人处于一个状态，不敢让世人知道创世主以来，当然这个神都来记哈，一念之间呐、啊，若归一念哦，若归一念多严重？从师父呢，创世元宵节讲话，又把这个若归一念刻在碑上的时候，他就在宣告以对宇宙的无量众生。这个碑文本身就是师父创世正法进程里面说弟子的上与下，全部都在写在这个碑文中。看懂了碑文的人，记下碑文里面师父的要求里面，里面的重点的天机的里面，就能够明白，就能够修上去。今天违背他的时候，你反对了、违背了、掩盖了的时候，就会往下。这若归一念，不是上去就是下来。创世曾经讲过，修炼到遇到最后的关键的时候，很多的考验就是不是上就是下来，一念之差就下去了。
那微臣一路过来一直在讲解天机，为大家苦口婆心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哦，千万一定要跟上事物的进程。无量众生到现在目前，为什么大家感觉起来动弹不得的样子？事实上，这个无量众生在等的是创主，所以创主曾经讲了一首小经文呐、啊，叫《创世主以来》哦。他明示的告诉大家，创世主以来，世人都在把他等待，天地万物因他存在。都已经开宗明义跟所有弟子宣告，世人都在把他等待，等待什么？创智主。那各位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呢？去打开呢？在弘一寺跟弘一五，为什么他出现的时候产生了非常大的天机呢？很多的天机安藏在其中呢，包含他的弘传出来的所有的一些变化呢，各位还不知道师父的用心呢、啊。那个创智主。以来世人都在把他等待，天地万物因他而存在，创世主来，因为天在解体，地在败坏，尘诸坏灭，末劫来得太快，创世主以来，传大法，救众生，扫清阴霾啊，天体各界法正才能不败啊，法正才能不败，大法弟子的心能无知啊，要正啊。那个正念呢，不受人间的七情六欲、人间的组织、人情世故的影响，直接讲面对法、面对师父的要求去讲是实现，这就要放下生死。在台湾的朋友、台湾的同修不容易放下生死，因为台湾的同修情非常重，泡在组织中，那又是沉沉的情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本来互相帮助都非常好，到最后情太重的时候，同修之间那种的情啊，什么情？就是哎呀，我们都是同修，哎呀，听话啊，听上级的话，这个苦口婆心的劝你啊，不要啊，不要去跟那个所谓的啊什么什么啊，你要跟着组织走啊，跟着这个头走啊，跟上级走啊。就因为这样的一念之差，全台湾呢，因为受控制于这样的组织系统，以至于千金覆没啊。当然，这些都已经没办法放下生死了。所以师父创世主才讲，才2020年神印，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个神印呢？台湾的同修无缘看到，你到美国去也看得到，应该写写心得也好。2020年神印中演出道演这一篇，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后来的人他能放下生死哈、跟着师父，那凭着什么？凭一个悟啊。那各位同修呢，在这学法到现在，今天也少，你也许学了20几年了、10几年了，你今天来几年都没关系，一两年也好，可知道放下生死？可知道平悟而圆满吗？可知道师父的创世主一直要希望大家赶快去做违背的事业，不做创世主那是违背事业的、世人都在把他等待，因为创世主内涵包含了弥勒、包含弥赛亚、包含基督、包含 Easter 很多的内涵，足以让大家去发挥了。微臣在这里呢，已经发现到，其实是随意所用啊，整个法众的智慧随意所用，那个是大到不可思议。今天也许你要问说，微臣你有什么计划要做什么吗？开玩笑，全球连累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当年为什么跟同修讲要拿下三界，也讲给师父听呢？这个就是今天要完全主导人类的回归啊！今天前面的救度，今天就是要什么？要师父的法，法中的智慧，自然我能为大家打开这种内涵，干嘛？这种所有的抛往这个，把一切的后面的一切哈。那我们在今天啊，简单的也是苦口婆心呐、能讲多少算多少。今天也是师父呢啊，这个生日快到了哈。今天呢啊，在19号呢啊，就是农历4月8号，就是创世主呢他的农历的生日哈，农历生日哈。那也祝师父呢，创世主呢啊，这个所谓的七十大寿呢。这个如意哈，创世主能够哈、这个正法如意。其实师父的这个真正的心中挂历的是所有的人呐、
所有弟子要能够圆满啊，要能跟上悟性，跟上啊，所有世人都要能得救。那每个弟子呢，先得法了，都负有一方的很多的众生的得要救的救度的责任。如果这些负责的弟子跟不上的话，跟不到正果进程，做不了创世主、弥勒圣人、弥勒的佛尘大法的红船，那他一方众生可能就要交给别人了，啊，他也满回不去了，只能在不同的层次上为他建立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哈。这就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当然，创世主也看到另有安排的事情啊，他有另有安排。但今天唯有弟子呢，能够去讲破这个天机。也就是看透现在眼前大家的劫难，最大的劫难，修炼人的劫难在哪里？所有这些世人都在等着这些弟子的觉醒。当然，根基好的、悟性够的，今天围城在这整个为大家解这个天机的过程，赶快跟上来。围城前里的创世大法中心，本来就是前面的红船大法、红船创世大法、红船创世主的弥勒佛城，让大家直接来，就直接从国的国位修起。什么叫朝闻道夕可识？一个法的内涵，这个是创主的话，只要你信，你就会进入状况。为什么弥勒在释迦牟尼的讲述弥勒的这个所谓的威德的时候，既然能称颂弥勒的一个佛号啊，你一听到这个弥勒的圣号的时候，哇，能除五十劫的重罪，你能恭敬呢，恭敬礼拜呢弥勒的时候，你能够除去百亿劫的生死罪啊，这是多么大的这个威德啊！事实上，我们一路走来，知道创造为所有全球人类的承担，庞大宇宙的承担，我们知道这个威德绝对记住了。为什么创造被称为无能圣，就是这个典故啊？为什么华国预言家500年前就留下这个复活节这样的典故，告诉大家有一个已死的东方圣人，属兔的东方圣人，他将现身出来，干嘛？全球普渡，而且救下全球的人类，包含耶稣，包含苏格拉底，包含释迦牟尼佛，啊，包含老子，这些整个体系都要救下来。各位可不知道，今天各位有一个人的身体是多么多么的不可思议啊！珍贵到不可思议，所有佛经讲到了最最最重要的啊，人生难得，就用在今天。今天这个创世主亲自在人间传法，所以他赎了一切众生在地狱的罪啊，他赎了众生的罪，地也清空了，所以地藏菩萨也这样，他也成佛了。这个历史的安排，各位可都没有看到。今天哪一个人能够说我要渡人，或者要承担哪一个罪？没那么简单啊，不是烧了榜文就可以成就了。今天如果不是一个觉者披着人皮来承受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带着业力你不可能出三界的。那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创世主今天因为来的层次非常高，所以他有他的功身，层层的功身，他也能够演化他整个去这样去承受。这个承受会大家想象，那些弟子看到师父的承受说吓得半死，哭了不可思议啊，全身血肉淋淋。各位看到师父坐在这个纽约山上的壁，这个悬崖壁上的这个一个亲自坐在那边一个像法像的时候，各位不知道有兄修看到天目看到那是整个全身都是血，师父的法身，这个整个庞大的不可思议，师父视线让大家知道看得懂了，整个前面非常壮观的佛体啊，后面全部都是什么一条一条的，像那个耕田的那个沟啊，血肉模糊的血一直喷出来，每一次业力下来，整个承受了业力打过来的时候，师父这个震动，整个血都喷出来啊。大法弟子同修可知道这个承受，世人都不知道这个承受怎么办。围城除了修炼一修炼二，就把这事情描述在其中，万王之王也描述了这件事情，让所有世人都知道师父为我们承受到什么样的内涵。围城一直没事就在工作的时候，一有空就在背还眼这一首诗啊，
为什么背这首诗？因为微臣一直知道，师父在为一切众生的承受，承受到不可思议，而一切世人却统统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弟子的失职啊！微臣一直在背，一直在背，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还能够全面的打开，让全球人类、全球生命、宇宙间的生命都知道，创造已经真正在人间传他的红，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开始全球普渡了。各位赶快的警醒起来，历史上的整个各位的事业，天上花的事业，今天就要来实现了。所以视线让各位能看到师父的承受的时候，你会明白真正谁是无能生，真正的所谓的弥勒古佛。我想宇宙间没有一个佛知道真正的创始的名字，真正弥勒古佛的名字，因为他来的更高，高到不可思议啊！大家听此才能够来救度大家，真正能够来挽回这个宇宙，不要再沉住外面。宇宙庞大天体大了，不可思议天体都爆炸开来了。有一创造者一念之下，产生下都，赶快的去阻止这个最后的爆炸。2017年，创造者完成了宇宙的救度。救下了整个庞大的宇宙，承担到不可思议。在1999年7月的时候，这个法国预言家诺查萨马斯也看到这个情形，写下了非常不可思议的预言哦。那就是讲到，就是东方的这个圣人，就是这个 Easter 师父的承受。那各位知道，微臣一路走过来，现在就是能够跟各位讲多少算多少了。各位能赶快红传出去，订阅红传微臣所讲的每一个视频里面的无量的天机，你们也可以变成文章，你也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发啊，去发送，去传送，甚至这些视频也可以变成就是一些啊，就是音信呢，就是具有声音的这个频道，也可以传播出去。微臣一路走过来，微臣就是大法弟子，也是大法的传承弟子。今天明白创世主一切的苦心，我们就一路就走过来。今天成立了创世大法中心，也全面再来打开这件事情了。希望全球各个地方呢，啊，所有大法弟子也好，你新进来的学员也好，你证悟到了，又赶快你就把一个地方成立一个大法中心，把所有创世主的内涵、这些看板也好、这些预言的资料、这些视频也在里面展现。啊，你就是功德不可思议。所有过宗教，你今天不管是你是教堂也好，你是佛堂也好，你这是庙也好，你今天不管你是今天是供奉什么的神，你最后你赶快挪出来，你的主神会赶快供奉上创世主的法相啊。你们整个无量的众生呢，所有这些神之言全部都能够得法，全部都能够得到最伟大的威德啊。今天就是微臣今天在这里呢，一直呢在苦口婆心在视频中跟各位点开了，就是这样，好，就是在提示祈求大家呢赶快进入状况，赶快进入状况。还有更多不懂的地方，各位当然可以留下一些话语啦。这个话语事实上啊，人间的这些东西太简单了，宇宙的所有东西呢，事实上涵盖了人间的这些不管多少的疑问。各位如果去看创世主他的整个经典啊，海外的讲法的新闻，你就会明白了。不用我来讲，你就会看到真正亲自创造亲自跟你讲宇宙的所有天机。当然你看到转化轮这本师父的主要经典的时候，你心中任何疑问随手一翻，转化轮就会为你解答。你告诉师父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我要问什么事情，请师父告诉我，你就这样对着这个经文，好，对着这个转化轮去翻开这个经文，好，你会看到了。为什么？你这佛的法哈，这是法，是佛的啊，里面的无量佛道神呢，在每一个字里行间都是哈，这是真正的法了，它是一个佛的法哈，啊，不是佛教的佛，我是佛的生佛哈。佛要的佛，它是一个真正的法了。创造的法来自于创造的智慧哈，大法是创造的智慧哈，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一切宇宙概化造化的根本，各位就知道就是这法。所以各位来得法，我维持一再讲得法，你一定要得法，不能只是当一个表面在学法的人，寂迷无名之表，你学再多都没有用，学了1000年你还是学人，为什么？
没有德华，没有承受，没有承受就不会去证实大法，你也没有悟上来，你就看不到法中的智慧。所有这些经典经文呢，也都在外面的书店出现，大家随时都可以翻一翻。可是今天心存正念的人才能看到，看到法的内涵，就是这样的相对之下。所以看啊，不能只看无名之表，看经文你一定要学法，然后悟上来，同修的比丘比丘一定要讲到你证悟的内涵，更高的更高的更高的东西都可以谈。因为人世间你的嘴巴讲出来能讲多高吗？很多天机是讲不到的，讲不透的。可是在人与人之间呢，这个同修交流确实能够讲，在你的描述中最起码能证悟，可以引导一些心弦进入一个状态。这个就是师父希望大家呢一起学法比学比修的目的。那维城现在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去有一个集体学法，那维城就用讲视频方式来打开我所领摆的证悟道师的法，同时在弘传这部道，同时在赶快呢引导唤醒给更多的这些朋友这些很好的，就是今天有一个人的身体，有这么庞大机缘的身体的这个朋友，赶快来得这一周的根本道。最起码你崇敬你口中呢，能够崇敬李洪志师父呢所传的这个宇宙的根本法，创制佛成大法，创出法王弥勒佛成大法，你能尊供恭敬呢礼拜这个创世主，这个你就第一个能过这个劫难。这个众神也会保护你，师父创世主也会保护你。就是今天不同于所谓九字真言法轮大法真善呢，九字真言另外的一个保护大家度过这个劫难的一个，同时在法上更高的法上去带着大家进入一个未来世界的想尽办法进入一个德法的状态的方法，也就是恭敬礼敬这个创世主弥勒圣人，看到法相的时候双手合十恭敬礼拜，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维城今天苦口婆心的大概就是把这个该讲的尽量的讲。我们当然还会继续为各界来解不同的天机。但是我们所讲的都是非常有限，那各位呢要能够看完整的看，你就去疫情书籍。网络上也可以打疫情书籍，事实上很多的网络书店都有卖，三明啊或者博客来都可以买到创世主的主要的经典。转法轮还有他的许多的海外讲法。但你也可以在台北桥下那个疫情书店的地区怎样去订购，甚至你亲自去请这个整套的创世主法，创世主弥勒的法，这个是佛成大法，从佛的国业修起的真正的宇宙大法，各位都是天上下来的无量的这些佛道神仙，各位都不是泛泛之辈了所以这个苦口婆心就是苦口婆心，能讲多少我们就讲多少，各位赶快去请到这个法，你自然就会恍然大悟。围城就是旁敲侧击，以我们的经验来告诉大家，你看可以订这个所有修炼杂志，修炼一修炼二，那我们期望要来出版修炼三，再把整合一下我们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为止的很多的非常多的天机，把压在其中，就是会再出一个修炼山来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看。那最近呢出了一个就是穆罕默杰世纪大预言的圣人出世，里面有我们所有视频的主要的这个所图片前彩的图片，里面呢可以 QQ 到看到很多的视频，不同项目的视频，从弥勒下世明王出世的天机也有，这个真命天子的事情也描述在其中，各位有兴趣要看的当然可以去看看。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大法弟子，一个创世大法的弟子，弘传创世大法弥勒佛传的弟子，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也是一个学习者一个修炼人的心情来跟各位呢来分享这些信息。那我们今天就是问教回归系列第十五个小项目呢，朝闻道夕可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为难之中，伤